像陈主任他们讲刚才在第一轮的时候都已经摸出去了，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把卡都发，那如果你没有被抽中或者被我们的宝宝让你捐出来，我们在这里深深的跟你一鞠躬，非常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来参加联欢会，感谢你在学期末来跟我们好好谈好，感谢你学习非常的辛苦，感谢你各位好好找的老师小朋友进行激励，非常感谢。各位，我是我们亲爱的蓝毛甲黑老师，职员工大家晚安。这一年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那今天做一个快乐的 ending， 校长的心都非常的感动，一时也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来，再说两个人哈。118。我要偷两个红包。好了，这样，请一下话。
可以得更多。但是呢，我刚刚跟李校长说，其实里面哈有很多的伙伴都是我不认识的，所以我最后应该站上台让大家看一下，你到我的时候你要叫我，我说我真的不认识你这样子哈。因为我们新来的伙伴很多，新来的孩子也很多，那很开心参加大家这样的一个聚会。刚刚我也在旁边跟校长说，这些老师真有话题哈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哈，真的很少很小，但是在为了准备大家讲，大家所发挥的创意哈，都是最珍贵的。很开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哈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第一分钟第一，好，第一分钟老师来跟你宣讲，谢谢。